当然晚上好。我可能就开一小会儿，因为跟大家说了今天晚上要开直播来着，所以我就开了，可能不会开太久，然后就开一会儿。等我直播不敢睡觉，那还好我到了我就开了。晚上好，开一会儿。对，明天很早，明天要拍，拍很多，拍到第二天。从早上排到第二天，好吓人呢。我一点都不冷，我觉得好热，不过这边的天气是我喜欢的。拍这个也要通宵吗？嗯，要。我不知道是吓我们的，还是真的是要这么拍。今天穿搭别说了，我今天是因为实在是来不及换，然后就把，反正就这么穿了。对，最近的天气这边感觉天气挺好的。Hello， 那确实是没来得及换衣服，要我换我就会喜欢那种宽松的。因为公演就这么穿了，虽然我上下班也是这么穿的。我不冷，我一点都不冷。乖。好的，估计没有时间去逛，看我们这几天进度吧。刚刚给了我们这个，但是不可能给大家看。我们自己都还没看完，待会儿再看。拍多久？就几天。但是，然后我说这几天时间怎么这么紧密啊？要把我们榨干啊！他们非常不客气的说：“对。”还好还好，放心放心，我反应快。也是决绝，事不过三，没关系，我知道应该不会有第三次。谢谢谢谢西西，不辛苦，我很开心，我到了我就给大家开视频，我很开心。没事儿啊，没点外卖，不吃。明天就要拍了，那么早？还没有哎，应该待会儿才通知我们。听得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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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不及换 pass 了。再十分钟就去睡了，好的，是要睡了，明天好早的，声音太大了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皇冠，谢谢宝贝的皇冠。好的，谢谢谢谢巧克力，谢谢大家巧克力。我在哪里？我在地球，我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。你要实在不知道我在哪里，那就当我在广州。对。
是火星，没有在火星，在宇宙。蛮好的，可能因为就这一次拍的人少，就我们两个，所以住的挺好的。背后的墙是装饰，谢谢。但明天的工作量很大。好的，对，不好你们去找吧。其实大家应该蛮好的吧，就是大家也不好说现在是什么个情况，好或者不好，只有拍完了才知道。嗯，加油努力。吓死我了，我闹钟居然响了。这首歌叫做光光，衣服还没有，等会儿去看。我是你们的光，我们是互相的光。对啊，再开一会儿关了，明天真的很早。现在说是明天拍到第二天，但还好内心没有太大的波动。这种工作量我已经习惯了。好的好的，大家期待就好了。谢谢花花。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在上课一样。没事，好可爱的现在，对，一个包子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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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担心大家，你们也不要担心我，我也好好的，我们都好好的。明天有空再给大家开视频啊，好吧。不错不错。对豪干饭，谢谢老福，小福福，熊福福啊。嗯，公演看到大家很开心。不是，不是耳环，不是小火熊，是个什么姜饼人。之前去杭州的时候买了，今天在杭州未来会来的时候拍的时候，去逛街的时候买了。哎，他这首歌真的是自己弹出来的，绝了。这不是我有意而为之，他自己弹出来的，蒸馏水缘分啊，蒸馏水。确实主题曲。切切切，要不然等一下我嗨起来的时候，就是没有酝酿那种要睡觉的氛围，完蛋了，几个小时后要起床了。那我们就再听完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去见你》，不错吧？好的。
哦，大家都要早起。对，会见面的。是的，在各自的领域里一起努力的感觉真好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所以这才是坚持的意义嘛。所有人在跟我一起加油，谁都不能先放弃。好的。谢谢圆圆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我觉得西安很好，第一次来，很喜欢这座城市。好，好，好，对。我的出现让你有了自信，你本来就应该拥有自信，不仅是因为我的出现，更因为你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棒的人呢。对呀，城墙散行，好啊，不知道明天拍摄的地方是在哪里。谢谢花花，谢谢花花。什么沙浪沙浪沙浪嘿，沙浪沙浪沙浪嘿，超多超多，谢谢妈妈。这个放完了，那我们明天见吧。谢谢花花，我起得来，我不会迟到的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对，今天也准时见面了。哦，不对，不是准时见面。因为我们的时间都是不定时的，拜拜，做个好梦啊，大家，拜拜。